第三十题，呈上题，若物体依此运动模式，六秒时的位置会在多少公尺处？如果我们要从运动学好好做这一题，是要能够求出它的加速度，并且求出在零秒时的初速，然后再去看六秒时的位移会有多少。但是如果我们依照图表的模式进行，我们这边一秒，我们进行了20，再一秒，我们进行了18，再一秒，我们进行了16，在一秒我们进行了14，所以我们每多增加一秒，前进就会少掉2公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前进一秒五秒的时候，就会前进12公尺，68加上12会等于80，再前进一秒到六秒的时候，会再少2公尺，所以说前进10公尺会到达90。所以第30题问说，六秒时的位置会在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90